我即摆还阁袂转来，阿公叫我来甲你讲啊。唉，来佚佗，拜拢安尼大心大命，安跳高个草出去爬爬走，我要烦恼呀。阿爸，咱无去找阿母哦。免啦，咱只规粒山伊安尼走透透，啥物所在一讲一句，你比啥物较清楚，袂歹去啦。啊，毋过天已经暗暗嘞。我咧无闲啦。若无，我要创啊？坐遐袂坐啊？哦。君子之道，必如行愿，必自砺，必如定歌，必自砒，且自和合，如果失勤，且自和合，如果失勤，且自和合。安尼一句话，安尼写规半部啦。我常常袂记下面要怎背啊。切字何好，如果失勤。切字何好，如果失勤。好啦，咱紧来去。要去倒啊？紧来找老母啊！阿叔啊！阿母！阿叔啊！这种动物的声，我拢无听过，唔知伊生做安怎呢？阿爸，阿母敢会出代志啊？我嘛唔知影。你在哭啥？啊！爸，你安尼，我足惊的呢。啊，是你惊啥啦？阿爸，你还搁在气阿母哦？你毋是咧冤家？你还搁在气哦？恁阿母吼，都大项好啦，都拄仔看钱较重。唉，想想的吼，咱这个家，恁阿公。心肝内干呐死闷，无所事。俺阿爸干呐袂输幽灵公啊嘞，人叫着惊，人若拜托我报一项无应啦，若毋是恁阿母一生顾虑，求求欠欠的去这个家。咱全家人今晚不知会变作安怎？有当时啊，就是因为那我有伫咧家只后替我咧欠，阿爸唔只放心安甲开了。有啥物你还搁咧念阿母啊？阿爸心肝了一个梦，这个梦若要达成，阿爸的梦都永远醒袂过来。我甲有梦，拖一个清净的人甲我做伙煮面。我知影你阿母比我艰苦。阿爸总是该回过来，这款代志哦，等你较大汉的自然会了解。否则，厝后若听到阿爸咧念伊阿母，
迄拢用无准算的。你哪能同款？爱为恁阿母，吼、哦？哦。行，咱搁入来底坐，吼、哦。所以，行行。阿秀啊！